要帮姥姥挑一个很大的西瓜，很漂亮的西瓜，做她的生日蛋糕。我们专门来到了这个新鲜的 Farmers Market， 也就是农夫市场。这里的蔬果呢，很多都是 organic 的，而这里的蔬果呢都很新鲜，所以我们专门来这里挑。这里有好多新鲜的水果，好棒哦！西瓜到了，我要挑一个又大又甜的。哇，超级大的西瓜，然后才3.99一个，然后我要拿一个最大的。草莓，帕帕亚，帕帕亚亚。